们又在洗奶。又玩这种自以为厉害，其实完全没有的东西。哎，六百秒，好生气哦！有没有这么生气？自己没开大还生气，故意的吧？前期吸奶还打输，敢怪别人？被单杀笑死，最喜欢玩这种没用的送单。哎，又被笨十分钟，自己讲要怪谁？笑死，自己勾选别人。哎，笑死，可怜。哎，笑死，真的好烂。你还能活到现在，真的是蛮了不起的。为什么又爱看又爱靠背啊？很多这种人没有为什么。如果不要拿实况啊！如果台湾的选手出国比赛，这一步是又爱看又爱靠背，只要打输就会有人靠背 啊，不是这样吗？他们就会把他们平常生活的不美好在其他地方发泄出来。他平常可能是被别人靠背那个啊，他去学校是被老师跟同学靠背啊，他在公司可能被老板靠背 啊，他回家以后他就把这个垃圾丢给别人啊，就是这样。哎呀，又是菲欧拉，菲欧拉就是 BD 角啊。我想一下怎么玩。那我刚好想测试一下，想测试一下，我们中期出辅助招会变成什么水平？刚刚的索拉卡激发了我。这个我们等一下两件装后直接出跳前装啊，这个估计就可以解决之前跟阿特玩的困扰。低的豆妈是在跟我讲话吗？来啊，你就要凶我啊！想戳我弱点。别闹了，别闹了！他刚刚说什么？他刚刚全屏说什么话？你们记得什么？记得动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吸不吸得动。小反甲伺候，妈吸得动吗？谁说吸不动？就专门打你这种白痴。你看，多我一次 Q 他就高潮了。这个人多我一次 Q 他就高潮了。比表情啊，再比啊，自以为哪打得赢我啊？你就在比表情啊！你看起来是混的，我是专业的。不是啊，就很好笑、啊。这些人就是这样、啊，一走过来被我单杀。他吃鱼是的，靠背，血攻太低了。你是打不死我的、啊。你就打不死我、啊，你看，我被你反击到了，你也不会打死我、啊。他打的其实没那么快吧？TP 出来马上送头，这就是个笑话水平，你们明白吗？走了走了走了，杀到杀到了，杀到了啦！哎呀，干嘛、啊？帮补线，帮补线，谢谢。你来吃野怪，帮补线。我 TP 下来，你们补个线好不好？会不会玩？大肥了吧？
还以为你多肥，还以为你多痛，这也没什么嘛。哎、这个上单刚追我什么？他追我什么？我要追回去，我要追回去。他追我什么？吸得动吗？得动吗？这样，这样子、啊，吸得动吗？对对对对，他一定会捉我躺分，但他被我单杀三次，看他敢不敢追我。洗把我碗 ，NV 金霞，那单公安小啦，公安小啦。我知道我鼻子为什么过敏了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刚晚上好像有吃豆干还啥的，然后我呛到了，我呛到了，然后他好像一直卡在我的鼻子里面，这可能有一小块，有一小块卡在我的鼻子里面，所以我就过敏了。真的真的真的。你们看，我打个牙膏是这么的轻松，这角色出个辅助章。打牙膏的水平这么高，他说什么我听不懂啊？你翻译啊！究竟人间凡境之分，我来打野，什么打野的？反正那个是打野的意思。哎、欸，不玩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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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每次我们 carry 的局就不这样就不玩了。第一句，下把我玩女警杀死你。下把我玩女警杀死你。反正这分段打野都弱智。那他的心境是不是跟我有点像？他就觉得他被点烂了，大家都不来啊，不就这样？啊，不就这样？所以上路一定要玩那种一直点人家的、啊，点到人家不爽的、啊。我也会玩女警啊。Flashback。这个我们模拟一下对战，一等他一定直接跳过来、啊，我直接点一，我一等直接点一，他一跳过来，我直接往后一。有没有完美完美 counter？ 嗯，雅克斯举豆鸭，哎，我的走 A 水平 ，nope， 哇，太早 A 了，开西，哎，我想跳 ，nope， 对线神角这只。当没大人在推，我就说啦，每天都被人家当没大人推，我现在要当没大人啊。反正只要他是孤儿的话，他打不赢我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就点他，小朋友都会玩，我就点他，我每天都在这样对待他，然后我就不 get 他。看来孤儿的只有是我们而已，只要我们一这么对待别人，马上就会被吸奶。不可能大家在吸奶吧？不可能，我马上要被吸奶了吧？他该不会在找吸奶吧？他为什么不挂机？他走原地不动，该不会死刚出现了吧？不可能这么刚好吧？恐惧的大门，不可能，我马上要被吸奶了吧？不可能这么刚好吧？还想搞心态，他还想试图摧毁我的心态，整天就只会吸奶的夹克斯居然口出狂言，你们明白吗？吸了奶 CS 还输了十刀，恐惧的不用来了，怎么又来了，怎么又是你，怎么又在吸奶？哎，不过这样蛮赚的吧，你说实在的、啊，我因为这样子打，对面的打野来了上路三次，你们自己想想看，这中下爆炸有没有我的功劳？是不是这样打其实也不亏，其实死了也不亏啊。如果没死就赚翻，有没有？这把出的东西有多烂？我看我这把蛮成功的，真的，我让这个打野只来上路，这把我其实蛮 carry 的。你不要看我零二，我是用肉身在 carry 啊。你看这个人跳我吗？就被我痛黑的份。神经病，你看是不是神经病？我有没有队友？没有，我还被换，他还换掉，我还换掉他一个，是不是神经病？你们说？
哥这就是个 joke， 他妈洗了34次，哪还被我单杀？他就是个 joke， 你们知道吗 ？joke， 真的是个 joke、啊。哎，好狗好狗，我想来看看这只好狗好狗 joke。Oh my。辛辛苦苦赢优别人心啊，结果还是得看价。你看跑来怪我，你怎么不说你刚很废？转角遇到鬼，下一把。我想来看看这只好狗好狗 joke。 Juicy 人间繁境 Z Fang 来打野，拉屌啦！